所以人家讲佛教啊，逃避现实。我说你才逃避现实。他说你怎么这样讲？他说我才面临现实。我说你面临什么？他说我面临呢，我柴米盐油酱醋糖啊，我面临这个社会啊，我不像你们修行人这样逃避现实。我说你错了，你现在正在逃避现实。我说你去 去过 KTV 吗？去过。唱过歌吗？唱过。跳舞过吗？跳舞过。你追求什么？他说我追求快乐。我就是你，就是逃避痛苦嘛。你想要追求痛快乐吗？他说你得到快乐吗？他说我很快乐。我很快乐。我说现在快乐能掌握吗？他说没有办法，我还要继续去唱。如果唱一次可以快乐到一生一世，那才能叫做掌握吗？对不对？唱了第一次还不能快乐，再唱第二次吗？快乐是一种永恒的东西，真实性的东西，怎么唱一次，你还不能快乐呢？那就表示说这种快乐是假的嘛。我说，所以说你逃避现实，你不想痛苦嘛？我们出家修行，以及这些学佛的在家菩萨，都是不逃避现实。他不逃避什么？他不逃避生老病死，他面对这个生老病死才是现实的东西。他最面临这个现实，他要解决这个生老病死的现实问题。哦，他听了，很有道理，很有道理。所以说，这个世间呢，没有超越的心，没有超越的心，永远活在这苦的束缚里面。只要没有学佛，就列为可怜的人，生命就是一个白来的。生命就是白白的来，多余的。活了一岁，你也是要死；活了百岁，你也是要死。人生的生命在创造宇宙继续的新生命，可是呢，就这个宇宙来讲，46亿年，46亿年，我们连眨一眼的时间都来不及。就人生。跟宇宙来讲，整个宇宙当作我们一生的生命的话，那么我们现在的生命就变成怎么样？眨一个眼就没有了。人生何其短，何必苦苦恋着。有时候那个歌唱也蛮有意思的，所以说，就是一大起上远离前面的片剂所知，就可以显现出来了。所以我们要唱佛歌，不要唱这个片剂所知，片剂所知的歌到处都是，我们只要随手拈来，通通是片剂所知。你唱忘不了，忘不了，这每一条歌都是执着，你为什么忘不了呢？你讲讲看，你为什么忘不了呢？你说我，我们的每次唱那南风吹来清凉，那南风不吹的话就不凉了。都是这样子的，那夜莺歌声啼唱，那被打掉怎么办呢？你没有鸟唱，你怎么办呢？师父啊，我爬山的时候心情很快乐，那我说那不爬山呢，对不对？人就是借助着外境来满足自我，这做起来是很悲哀的。有了智慧，我们就会看得开。29页倒数。第三行，故此与依他，把笔拿起来。所以这个原词就是原成实性。此，所以这个原成实性跟依他起自性的关系怎么样呢？把笔拿起来，非意画一条线，非不意画一条线，然后旁边注明，非意旁边写5个字，不能说不同。非不义，不能说相同。我叫你写，你就要写哦。所以说，故此与依他，所以这个原真实性跟依他起性怎么样的关系呢？非义就是不能说不同，非那个不是说否定的，要讲。非
要用三个字来形容，将来在大藏经里面看到三藏经律论里面讲到一个非，你就加不能说，所有的意思全部都显示出来，意就是不同，意就是不同，不能说不同。圆成实性跟依他起性，你不能说它不同，非就是用不能说啊，不异就是相同吗？意是不同，不异就是相同，不能说是相同，也不能说不同，也不可以说相同。那么，通通理念就非常清楚。如无常等性，来加四个字，就像小圣所说的，中间加五个字，如小圣所说的无常性、无常等性，非不见此笔，把笔拿起来，把笔拿起来，非就是不能，不见就是离开，持跟彼就是一切法，也就是不能离开一切法。如小圣所说的无常这个性呢，它不能离开一切法来说无常，离开一切法怎么讨论无常呢？小圣的无常性不能离开一切法来显现的，对不对？大圣的圆成实性不能离开一套起性来显示的，这个道理是相同的。所以非就是不能，不见你离开当然不见了，对不对？离开就是不见了，不能说你离开一切法你可以见到无常性。换句话说，反过来讲，不能说你离开依他起你能见到圆成实性，这是不可能的，这样知道吧？啊，听了解释以后就很容易咯。所以做笔记就是有这个好处啊。讲圆成实性，既然是在依他起性上远离片计所知的，那么这个圆成实性和依他起性这两种自性，不能说它是异呀，不能说它是不同，也不能说它是不异，也不能说它是相同。什么理由呢？第一，如果说圆成实性离开了依他起性，那会怎么样呢？就不同嘛，不同就是因为相远离嘛。若说他是一，那么离开了依他起的万法，又不能显现圆成实的法性。要显示我们佛法的伟大，一定要在缘起法里面；要显示我们的超越，那一定要在现实的生活里面。第二，若说它是不异，不异就是相同，那么圆成实的不生不灭就变成生灭的依他起的法相了，那么变成圆成实也变成生灭了，那就根本就没有空性的理念呢，没有空性的理念。所以这道理如果不懂，我们来说一个比喻吧。好像小圣说的无常性不能离开一切法上，不能离开一切法，一切法就是所谓的彼此嘛，此法彼法来显现出来。所以圆成实的真如，我们圆成实的真如性也就是在一切法上面显现啊。那么既然依此三性，就是偏计所持、依他起性、圆成实自性，既然依此三性立彼三无性，后面有讲三无性，相无性、身无性、胜意无性、哦、隔壁就讲了。所以佛密意说，密意就是真实意，佛的真正的意思。
是来告诉你一切法是无性的，讲性啊，偏计所执性，依他起性，原称失性，是方便说。所以佛密意，密意就是究竟说，没有一点点啊迷迷糊糊，究竟说。佛真正的意思叫做密意，佛真正的意思是告诉我们什么？一切法无性。讲上面说的是三自性，这里说的是三无性。第一，相无性，那比拿起来，相无性用我师父的解释可能会更清楚。相无性，无所谓实在外相。没相无性，就是没有所谓实在的外相，那个外相都不是实在性的。第二，先把笔拿起来，身无性，相无性就是无所谓实在外相，身无性就是无所谓的依他起的身性，当下就是无身。身无性，再讲一遍呢、啊，无所谓依他起的身性，依他的本身就是空，空就是无性，就是无身，当下就是无身。身无性就是无所谓的依他起的身性，当下就是无身。第三，圣意无性，啊，圣意无性，就把笔拿起来呀、啊，无所谓缘成实性。啊，离了偏计所执，就是缘成。那、啊、然后也不执着有一个缘成实性，名叫做圣意无性。圣意无性就是连缘成实性就不执着，是这个道理。没有一个缘成实性的，因为放下了偏计所执，当下就是缘成实性，所以叫做圣意无性。啊、不能执着一个圣意。叫做圣意无性，圣意就是真如，就是圆成。那么有了这样的思想以后，我们再来看看，以相无性，也就是说前面的偏计所执性，前面的偏计所执当然是没有实在的相状啊，因为那是你的幻觉，你以为有的东西，实在讲它是众缘和合的。第二，身无性，无所谓依他起的身性，当下就是无身，也就是说前面的依他起性，前面的依他起性当然是没有固定的身相。他这里要解释的、啊、听起来就会比较吃力一点，当然没有固定的身性，那一直身性很多咯，对不对？没有固定的身性，因为相状都一直在改变嘛，相状都一直在改变，他要由这个角度来解释，听起来会比较不容易了解。他的意思是形容说，相状既然没有固定，生就是无定相，生无定相表示众缘和合会改变，改变当下就是无常，无常就所谓的无生，无常就是空性的东西，既然没有固定的生相，那当然就是生无性了。第三呢，圣意无性，无所谓的缘成实性，你的偏计所执就是缘成实，也就不执着有一个缘成实，叫做圣意无性。也就是说全面的缘成实性，是因为他在依他起性上离开了偏计所执性，这是就殊胜的道理来安立的。所以说依前面的三自性才来安立这三无性，因为前面三自性偏计所执依他起性缘成实性，才来安立了这个相无性、生无性、生意无性这三无性的说法，乃是佛的密意。佛的密意就是方便善巧破凡夫外道，
的我执，但是最后是要叫你毕竟的觉悟无性。所以方便当下，他就是叫你要知道佛不是究竟的，佛现在讲的不是究竟的，含有更究竟的意思在后面，你一定要注意去悟入更究竟的东西。由这个密意就告诉我们，你要继续去悟入深入的道理。所以说方便善巧来破凡夫外道的我执，破了我执以及破了二圣全教的法执，那么才说一切法无性嘛，所以就会进入真实的状况，佛的真实意。这是般若会上毕竟空的道理。其实三自性中只空其偏计所执性的我执法执就够了。关于依他起性的熟地，熟地就是立一切法，必须要在四相里面安立，就是熟地。圆真实性必须要在空性悟入，圆真实性的真谛，真谛就是在空性里面悟入，还是有的啊。因为你放下执着，当然不能否认缘起啊，不能否认摆脱缘起束缚的这个缘成实啊，所以我们众生就有佛性啊，不然的话只有能缘的智，没有所缘的境，那么变成只有能攀缘的智慧，哎，没有所攀缘的境界，那么诸佛所证的根本智和厚德智就变成没有作用，没有功用就变成没有作用。根本智就是我们本性具足，所谓的真如；厚德智，我们所谓的随缘度众，啊，随缘度众，哎，所以根本智讲一句比较透视的，就是我们的那无私智、自然智、根本智，就相同的名词。厚德智呢，就是我们以根本智所起的作用；厚德智就是所谓的作用的智慧。那么就是佛最伟大的地方，佛最伟大的地方就是厚德智，它运用在无量无边的众生的身上，通通运用厚德智。佛的伟大不是在亲证涅槃，佛的伟大不只是说他亲证真如，佛的最伟大就是因为他能够把这个法用在一切的众生身上，否则的话佛法变成一种没有意义的真理啊。啊，佛法讲得很好，能不能用得到？不能用得到。为什么？以人生不合，跟我们生命配合不上，跟我们的生活配合不上，那佛法不能应用在我们的生活，我们得的根本是干什么呢？所以根本是体，厚德智就是相用，依体起这个相用，依体起用，色用归体，其实这两个都是同一体性的东西，也就是都没有功用啦。如果没有厚德智，就都没有功用啦。何以故？因为一根本智就是亲证真如，也就是真谛；第二厚德智就是能缘差别，也就是熟谛。什么叫做能缘差别呢？那能缘差别就是能够在差别相里面显出平等智，才了不起。佛的伟大就是在差别事相里面完成的平等的功夫，我们就是没有这个功夫，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在差别里面越来越下限，我们在分别执着里面越来越糟糕，我们在无量的差别里面迷惑了。佛的伟大太了不起了，佛就是能够在无量的差别众生过度业报里面能够平等超越自在解脱，没有挂碍，这佛最伟大的地方。能够这样的举手？这不可能的，这是佛最伟大的地方。同学们，你要好好的体会师父现在在讲什么，你就是一个圣者
男的就是圣男，女的就是圣母。就体会出来。否则的话，我们学佛，我们今天活在千差万别里面，你是不是能够进入空性里面平等？得到金钱不高兴，失去女朋友不痛苦，失去丈夫知道必然的过程，拥有轿车洋房大楼，这个都是虚妄的。你能很能够随遇而安。哎，同学们，那一种厚德之士是什么胸量啊？侮辱你，你把他当作是佛菩萨；赞叹你，你把它当作是大善之事。你看，所以要记住《维摩诘经》里面讲，法是佛法，非法也是法。你能体会得出来吗？啊，法当然是佛法了，佛法是法。哎，同学们，非法也是法。非法，无量的错误，无量的差别相，也是法，看你怎么悟啊。哎，所以人家问维摩诘师，维摩诘居士说如何说法？哎，维摩诘居士说，说非法者是法。今天嘛是高怪人，非法就是法，你悟得出来吧？哎呀。三个金刚摸不着头，佛法是法吗？非法怎么会是法呢？哎，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告诉你如何的去悟，悟到非法跟法都是平等的，都是平等的，平等的，看你的心性的作用，知道吧？处即相无性啊，把笔拿起来，处就是相无性，就是三自性，以后讲到三无性。把笔拿起来，在旁边写的片记所知性，初就是相无性，也就是片记所知性，次无自然性，无自然性，这个自然就是显现出来的缘起叫做自然，显现出来的缘起叫做自然，也就是依他起性，次也就是所谓的无自然性，无自然性就是所谓的无生性啊，就是所谓的生无性啊。真无性就所谓的依他起性嘛，这次无自然性，也就没有所谓升起的自然性，也就是说是相无性当下的空性就是生无性，然后后有远离前啊所知我法性，这两句是圆成实性，后面最后就第三个是圣意无性啊。圣意无性是什么？就是由远离前面的片计所知，就是远离前面的相无性，怎么样？所执着的我法性，我以为我是真实的，法是真实性的啊，远离这个所执着的我跟法的这个性，那就是所谓的圣意无性。你所谓的圣意无性，是前面说过的三无性，第一是偏计所知的相无性，第二是依他起的自然无性，第三个是由远离前面所知的我法性。三十二页，此诸法圣意，把笔拿起来，诸法就是一切依他起当下圣意，就所谓的真如性，这个就是依他起当下的真如性，也就是所谓的真如，因为你远离了嘛，远离了偏计所执，也就是所谓的真如，也就是所谓的真如。那笔拿起来，啊，常如其性故，即为是实性。上面加四个字：一切诸法常如其真如之性，所以就是为是的实性。一切诸法。常如其真如之性，也就是唯识的实性，唯识的实性。讲此诸法三个字，就是指一切依他起的法，圣意就是指的一切法的真如性，在佛不增，在凡夫呢不减，是不生不灭，
常恒不变的真如性，也就是唯识的真实性。唯识的真实性，说此诸法圣义，就是这个一切法依他起的一切法啊的真如性的圣义，就是所谓的真如。一切法的圣义是什么？就是真如啊，因为一切诸法常如其真如之性，那么当下就是唯识的实性。我们前面讲的唯识是啊，唯识的分别心，现在再来讲唯识的性了，就是进入解脱的平等性，是周遍法界吗？分别心是事吗？不分别心是性吗？现在开始对本性上的来了解。自乃为起事求助唯识性，于恶取随眠犹未能覆灭。哦，这个这一句啊，要写的笔记有很多。至于就是关于，自乃就是关于，关于还没有起事，就是一念分别心。当你还没有起一念分别心的时候，因为你想要怎么样求助唯识性，你想要安住在唯识的原成唯识性，就是唯识的原成实性，也就是真的自性。自乃为其事求助唯识性，就是你希望修行吗？对不对？那么关于你还没有起一念的分别心的时候，你想安住在唯识的真如性原成实性里面，底下加一个字，但是但于恶取，就是能取所取，睡眠就是被困的死死的，如睡眠的被困的潜伏着不清醒的状态，摆脱不了那个能取所取的状态，就像是睡眠，你在睡眠，你知道在睡眠，可是你爬不起来，没有办法，就是没有办法突破能取所取的那个执着性。但是对于能取所取的，就像睡眠被困的，没有办法摆脱，没有办法见到唯识性，有未能拂灭，最后加四个字，恶取习气，还是没有办法拂灭这个能取所取的习气。那么这样子整句看起来，哦，那就清楚的不得了，就清楚的不得了。讲啊，前面二十四颂是讲唯识相，唯识相。第二十五这一颂呢，是讲唯识的性。后面这五颂是讲唯识的位置。第一叫做知量位，就像我们要爬山涉水，你一定要带什么？带知量。你要修行要带资粮啊，要进入见性的功夫啊，进入圆成式的功夫，那当然要先准备几个条件呢、啊、说从初最初的发起菩提心，从最初的发起这个菩提心，一直到未证唯识真如性以前，他一心希望安住唯识的真如性。但是他虽然是有这种希望，是有这种希望，那么对于能取的见分和所取的相分，这能执着的精神作用以及所执着的境界对象，难哦。这个没有邪佛来个可以突破得了的，你想想看，你们哪一个能够突破得了的，对不对？像有一个法师，他没有学佛以前，他为了女朋友他也会哭啊，对不对？你想想看他是谁啊？那是我嘛，对不对？那就我嘛，不可能的。人没有进入这个自觉觉者，那不可能摆脱这种感情的纠缠，绝对不可能。你看这个影片里面爱的死气活来的，
还不能念错一个字呢，那念错一个字糟糕呢，怎么念错一个字呢？你这个电影的剧情里面常常会这样安排的，这个男主角重伤就躺着半昏迷状态，然后啊，哎，他的所心爱的人不在他旁边，然后有一个另外一个爱他的人在照顾他，爱他的人照顾他，然后要吃药的时候，他早不念晚不念，他正在吃药的时候，他就念阿英啊，哎，就念错了，拿药给他，他不是啊，叫做阿英，啊，你不会定呢，啊，你念掉都不会定呢，你不晓得人家在昏迷，这念错也不得了，你看那种内心的执着占有，你看一个字念错就不行。你们没有看过这个剧情吗？很多啊，那一字念错就不行。这个人这个情字哪有难，非常非常的难，哎，非常的难。哎，不过对圣者来讲啊，那游戏人间，嗯，那有也没有差别，没有也没有差别，哎，那来的不去，去也不留。那人他知道这个生死的根本就是一种执嘛，只能取的见分和所取的相分，是吧？没有邪佛那不可能，永远要六道轮回。取的种子随免，随足有情，那追逐这个有感情，也有情，这个有情就是众生，啊，随时都在众生的这个身上。你可以发现那个执着的种子非常的强，非常的强，嗯，连排队买东西都会打架的，连排队看电影都会打架的，哎，像我们排队是吧，排队买电影票，一下中间插一个人进来不得了了，吵架吵得不得了，结果他说我去买爆米花呢，刚刚我就告诉这个人我是站在这个位置的呢，他说我没有看到你啊，这是没有看到是你的事情啊，我要买爆米花，我在站着一个多钟头了呢，那就干起来了，为了一个站位置就干起来了，他执着也是呢麻烦，哎，像过年过节啊，跑去买一张，为了买一张电影票，哎呀，那个执挤的实在是出油，一出油挤一看一出油，还好我个子长这么矮，也真的蹲跑到最前面去，小个子矮嘛，一下子哎不见了，哎票买好了，所以矮个子也有办法，随主有情，福绵福藏事，哎，潜伏在这个藏事里面，这恶取的烦恼的种子现行还没有降伏，还没有降伏，种子呢还没有消灭，现行以及恶取的这个执着性还没有降伏，种子还没有消灭，种子就是我们的习性。简单讲，你任何事情不要落入印象，太强烈的一种执着，种子就会没有。你想要让它没有种子，很简单，放下，你多关照，这个世间毕竟空性不可得，没有一件事情你放不下的。你再回最后想想看，如果你今天要死，我们人就是这么悲哀，他一定要到死他才认了。有一个老婆啊，她每天都骂她老公，然后她说死死的敲正经死的，回来都给她打给她抱，回来给她念整天都死死念死死念，结果她老公按照他的愿力啊，有如愿必有其行嘛，出去真的被车子撞死的，真的被撞死的。然后他每天吃饭就在那边两个眼睛傻住了，他很痛苦，每天打他，哎，然后他跟他儿子说：“妈妈，你不是希望爸爸死吗？”以前你爸爸都每天打我、念我、骂我，现在安静了反而不习惯。还是呀喂，所以嫁个啰里啰嗦的人有时候还不错啊，有时候熊熊不然感觉两个干嘛怪怪啊。
讲有这款某，你也知。我不跟你讲，查某人拢笑笑就是安尼，查某人拢笑笑，伊讲的拢，他想要就是不要，讲不要就是要，讲讨厌就是不讨厌，讲好就是坏，有时候让你搞不清楚他到底是什么，为事善变，你呢也不是简单的动物，他变得更厉害。哎呀，有的人讲说，哎呀，我们现在天气变得很快。我说啊，你不比李能兴快，早上好好的，晚上下不行了，你崩一个脸了，不晓得哪里吃错药了。哎，供养他也不要，安慰他几句他也不要，对不对？拿给他放在那边，不晓得在凶什么东西。哎，也许完了，应当该醒派也，醒派也，就像一条狗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你一次给他很多的话。他吃饱了，他不甩你，他不会跟你摇尾巴的。这个狗你要给他饿得很厉害，以后拿一块面包，还不要整块给他，抓一点点给他，他摇尾巴。狼就是不会生气的，是安尼。你一下子太疼你的老婆，太疼你的女朋友的话，也是这样子。到这里你把他宠坏掉了，宠坏掉了。是，但是也不要抓起来打，但也不行这样子。如果全部没有的话更好。所以说。生活实在是一种很重要的哲学，如果有佛法的话，空性的话，那么不要太好，那么也保持一个距离，但是也不要保持一个太大的距离，结不到缘也不好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这是知良位，这是上知良位上的施住、施行、施回向的当耳。三贤位就是知良位，简单讲，知良位就是三贤位。施住、施行、施回向，就是准备成圣，准备成圣。33页，前面是知良位，那么再来这一段呢？33页第一行啊，是释迦行位，就稍加用功。说现前立扫物啊，为是为是性，以有所得故，非实住为是。那么，把笔拿起来，说现前就是我们在用功啊，有一点点功夫了，这个立呀、就是正物，正物。扫物啊，是说少许的空性，误认为是究竟，就是扫物。再讲一遍，现前就现前这一念证悟了少许的空性，误以为是究竟。那所以说，为是为是性，以为这个是为是的真如之性，那是不对的。那是不对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已有所得故，因为你有所得，心经里面讲要无所得嘛，现在变得有所得，有所得故，非实住为是，这并不是真正的安住在为是的真如，真如性里面，那不是的。所以非实住为是，后面加四个字的真如性，他这里并没有写，非并不是实实在在的安住在为是的真如性。为什么？因为已有所得故，因为你有所得，换句话说。安住在唯识性，那就无所得。讲第二叫加行位，这二取种子，能取的见分和所取的相分，现行为什么不能降伏呢？现行为什么不能降伏呢？而种子又为什么不能灭除呢？这是因为正用功修唯识观的时候，空境现前，他误认这个空境少悟，就以为是究竟。
这空净就是有所得的少物，有所得的少物，把这有所得的少物认作是唯识的真如性。老实说，如果把这个有所得的少物当作唯识真如性，那不是真实安住唯识的真如性，这只是正是就是这只是才，这才到达暖丁能是第一的阶位而已，是加仙位而已。正就是将将，这个将将是刚刚才达到暖丁能是第一是加仙位，还没有安住在唯识的真如性。若实于所缘，智都无所得，实住为是，履二取相故。啊，注意听。若实于，如果一个人修行，修行到什么样，在任何一个时间所缘就是。若能够在一切所攀缘的境界里面，怎么样？那连能攀缘的智都没有。若是以所缘之境以及智以及能缘之智，前面是所嘛，现在是能嘛，能所通通怎么样？无所得。若是以所缘之境无所得。若以能缘之智无所得，这个无所得是通上面下面的，实住为是，就离二取相故。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安住在唯识学里面，就离开了能取所取相故。讲第三叫通达位，是若到了对于所缘的唯识性的时候，连能缘的智都无所得，在这个时候安住唯识性，才把二取的种子、能取的见分和所取的相分两种相状离开了，这就是突破了一分无明。为什么能够破无明？因为见法身平等嘛，能所没有，那就是而证悟到了一分真如。所以要想要进入真如，同学们，你不能有所执着，不能有能所。不能有能所，不能有能所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离开能所的。我恨你，我能所，对不对？我嫉妒你也是能所，我赞扬你也是能所，我羡慕你还是能所，都是一样的。对能所的心放下，就是真如，名为见道出地呀，见道出地。然后慢慢的功夫加强，这是修习位咯，底下就想无得就是无所得。当你进入无所得的境界，你将也是不可思议的。同学们，你无所得，你想想看这是什么境界？啊，内心里面就没有挂碍了呢。我们人很悲哀啊。也是坐计程车，你先，哎，那远远的来了一辆计程车，哎，手把它一招，这计程车前面在对边那个计程车转得比较快，唰，比后面那辆更快，抢先了。这个客人呢、啊，哎，贪图一时方便嘛，又是下雨嘛，就上车了。后面的来，嗯，砸到前面去，啊，那个客人叫我的呢。你怎么可以啊把我砸去呢？我今天从早上转到现在才赚80几块钱而已啊。两个人哎就干起来了。如果一个学佛的人他不会这样。哎，你赚钱让你赚，为什么？你好好的，你赚钱，你经济没有困难，你好好的养活你的老婆，养活你的儿子，栽培你的儿子，哎，我也有功德，那让你赚，哎，多好多好，就像师父一样呢、啊。我要摆脱远离能所，为什么？说哎呀，那个信徒来呀、啊，很精进呢、啊。
不需要很高兴，因为他有一天会离开的。有一天呢、啊，他本身呢种种的因缘不具足，他离开了。哎，师父啊，某某人离开了，那怎么现在都不来了？哎，他有更好的因缘，我们祝福他，对不对？如果一个出家人，他本身没有这种胸量，他不能离开人所，你想看他怎么过日子呢？一定要信徒来的，他就把他关起来哦。他走的时候就一直抗议哦，他为什么要离开我？他为什么？哎，每天都在催测、讨论啊，为什么难过？是不是？是不是我做错啦？是不是怎么样子啊？根本不必要嘛，根本没有这个必要嘛。来之不拒，去之不留嘛。哎，你能找到你另外一个方向、目标、因缘、法师，那我不是祝福你，不是更好吗？我把他先嘎，对不对？这不是比较看活吗？看困惑啊。哎，作为一个法师，学佛的智慧存在，那就进入空性的状态，你就什么事情你都改不掉。现在不是我的问题，这是你的问题，那你要搞清楚哦，不是我的问题，是你的问题。我跟你说，天地万物要改到我就很难，因为我会关照啊，钱胖钱我就会关照啊，当然我会顾好啊。哎呀，对不对？你来我也祝福你成就佛道，你去我也祝福你啊，也不必安怎，在这个世界本来就来来去去嘛，你能怎么样？同学们，无所得，你想想看，这是何等的自在无碍，本来就无所得的东西嘛，你硬要把它幻想成一种具体的观念来强烈执着自己，那你进入佛门都没有，根本不可能进入佛道。进入佛道怎么样？摆平，哎，知幻即离，离幻即解。我说跟你讲过，觉悟本来就不是很困难，很容易的。哦哦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内心里面，你为谁辛苦？为谁忙？为谁痛苦？为谁执着呢？无得不思议。当你进入没有能所的对立，你无所得，你那不思议的智慧怎么样？底下加两个字，这才是出世间智，是出世间智，这个才是出世间智。同学们，学佛就是要会运用，就在这，你肯不肯用？哦，既然一切法不可得，那你就放下吧。你这个时候就会显示出出世间的大智慧出来，舍恶出众故，舍就是放下。二种出众的种子，哪二种呢？烦恼障、所知障，你就会放得下，因为你无所得。你现在看无所得，人生把它看得很开，没有这个烦恼；宇宙把它看得很开，没有这个法执。你想这是何等的心境啊！舍恶出众故啊，放下这个烦恼障、所知障两种出众啊，便证得二转一，转烦恼成大菩提嘛，转生死成大涅槃嘛，便证得二转一。所以中间加个二字，舍恶出众故，便证得二转一啊。讲第四就是休息位，用功如果到了无所得的境界，不是口能说出的，也不是心能想到的，这叫做不可思议啊。也就是说，出世间的智慧，也就是没有分别的智慧，因为舍弃了两种出众，第一是将烦恼障的种子舍弃了，第二是将所知障的种子舍弃了，因此便能亲证得二种转依果，一个是能转烦恼成大菩提，
第二是能转生死成大涅槃。同学们好好的去体会这一句话，应用在你的24个小时里面，无所得就会以无所得故，你就没有恐惧，你就不怕失去嘛，本来就无所得，你怕什么失去？你就没有恐惧，你就没有颠倒，因为你没有执着，你什么放不下呢？我今天呢，我敢保证，如果我今天我到任何一个道场挂单，保证没有是没有非。如果我今天我说我到某某地方去结下安居，我能够保证那个住持一定对我非常满意，这个我用生命保证。师父你为什么这么自信？我绝对自信。怎么挂单？很简单，我去到你那个道场，我一定早晚课。第二，你讲一就讲一，回礼法师你去清厕所，我马上去倒厕所去，因为你是住持嘛。回礼法师你去煮饭就煮饭，为什么？平等嘛，因为没有什么了不起嘛。你能说话什么了不起？那结洗厕所结万能眼，有什么不好？让你小便嘛，对不对？清扫厕所嘛。而且我在那个地方挂单，我绝对不会这边听的那边讲出去，绝对不会。我这边听的通通好话，我这边转过去的通通让众生欢喜，你放心的，我不会传是非的，我保证有这种修养。这绝对不是狂妄，对自己很有信心，那就是菩提心了。这释迦牟尼佛在菩萨戒里面讲，我是已成佛，尔是未成佛，常作如是信，戒品已具足，就是这样子啊。释迦牟尼佛也是讲，我是已成佛嘛，对不对？我一定很有自信的，我才不会说去跟人家挂单挂的，跟人家赶出来，笑死人了。去敢挂单挂到去，挂出来被人笑死人个，不可，永远不可能。对，你是住持，你那个僧团有僧团的规矩嘛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这个人跟人家无争呢、啊。你叫我一我就一，你叫我二我就二，对啊。而且尊重长老，尊重长老，不管他会不会讲经啊。有一次啊，有一个信徒来。他就跟我赞叹了，他说：“慧老师，我有一次很感动。”我说：“你讲讲看，为什么会很感动？”他说：“哦，你看，有一个比丘来，那个比丘你明明知道，伊也未讲经，也未说法，啊，伊个唔捌你，哦，啊出家已经过了十当啊，也没有什么大成就，哦，那、啊，可是你看到他，你就马上跟他下跪顶礼。”我看了这一幕，我很惊讶，我很惊讶。以你的知名度是吧，在台湾省，那么你这样子看到他，就跟一个不认识字的一个人，而且你不管他好不好，你通通跟他顶礼。就是是啊，这是我确实做到啊。哦，在我们这个在家居住看你太了不起了。我说也没有什么佛制的戒律。先受戒的在前坐，后受戒的在后坐，莫如外道吃人，无老无少啊！我佛法中先受戒的在前坐，后受戒的在后坐。那、就他这戒律都讲得很清楚啊！我管你有没有修行，你有修行没有修行不关我的事情嘛，就是跟你磕头。啊，是法师你太了不起了，没有，是佛讲的，你也很了不起啊！你懂得赞叹了不起的人，你也很了不起啊！嗯。所以说法本身就是圆融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哪有个说哎，你今天你没有信心我不跟你磕头、啊、不可能的。你任何一个比丘来，只要戒他比我高，我通通跟你顶礼，甚至同戒的，甚至慢我几戒的，你跟我顶礼，我也跟他顶礼。哎，他说我顶礼师兄，我说我顶礼未来佛。哎，我们本身惭愧，没有修行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说到哪里挂单，我怎么会没有人要呢？不可能的，挂单给啊，挂单挂得被人家赶出去，哇，这是何等的可怕呢？34页，此即无漏戒，戒就是种子的别名，这个就是我们无漏的种子，不失意、善、常、安乐、解脱身。
为什么要这样念一段一段呢？因为这要分开来解释。这个就是无漏界啊。那么无漏的种子是不思议的，不可思议的，是善，是白净法的。常就是无为，安的就是快乐安然，解脱就是自在。大摩尼，大摩尼就是寂寞，就是灭掉一切的吵杂。法就是法身，无漏无为，真如之身就是法。讲，这到究竟位喽。前面是修习位啦，是无德不思议，是出世见智，是恶出众故，变正得二转一啊，变正得转一，是吧？此是无漏界究竟处了。那，所以第五究竟位，在这颂这首颂里面，要分作七项来说明。第一个，无漏界，界是种子。无漏界就是无漏种子。第二，不思议，思是思虑，意是言意。佛的境界是不可用心思言喻的。第三，善就是白净法，无量无边的无漏功德所成。无量无边的无漏功德所成，常就是佛所证的无为和有为的一切功德，是一证永证永无生灭的，永无生灭的。第五，安乐，安是安然，乐是快乐。佛既然把烦恼障和所知障通通都断了，那当然是安然快乐的。第六，解脱身，解脱身本来是三圣，声闻圣、辟支佛圣、佛圣都有的，因为都是断了烦恼障所得的。解脱是声闻、辟支啊，佛圣，可是是究竟不究竟啊？那所以断了烦恼障所得，不过佛证的是无住涅槃，所以有两种：第一个，他不住生死，所以跟凡夫不同，凡夫啊都是在生死里面打转。佛他不住生死的，第二是不住涅槃，与二圣不同。二圣呢，进入涅槃坑里面，涅槃就是完空，进入这个涅槃的完空里面，不是究竟涅槃，就是完空的涅槃。第七呢，法身就是宇宙万有一切法，佛是亲证一切法性为他的身。这个法有两种分别。如果是一真法界的真如性，那是属于无为功德的法。如果是在因地修的六度万恨的法，那又是有为功德的法。唯识家所说的法身是无为和有为，就是妙有两种功德都存在。牟尼是寂寞，它的意义是真，是真本源，是妄的本极。即就是不吵杂，这个虚妄的东西你不可能动到他的念头，他不动念的，他妄本来就是 无根的啊。我们的真心呢，就骗一切处嘛。无上究竟佛陀的德号，即说句曰：为事意义啊，本非容易，随我所知，尽心皆至。为事的这个道理啊，本来是不容易的，不容易的。随我所知，尽心呢、啊？节制，尽心节制，啊，尽心尽智的，尽心尽智。那么，这道理啊，很容易。人生难得。